Hello，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鸡大宝。新模式突变团境大家玩了吗？是不是老是因为不能成为超级猎手而烦恼？像我枪法聊得心动敏捷，却老是变成机心战士这种小兵，那叫一个气啊！但是一般情况下，只要我们藏好不被发现，就可以变成超级猎手。因为普通人类在地图上是没有标记的，所以今天大宝要给你们介绍三个狗分点，帮你活到最后成为超级猎手。第一个点位位于仓库旁边的集装箱，只要通过屋顶有机炮加跳跃就能够上来，虽然显眼却胜在一个难操作。第二个位置在于高台，上到一二节电车的断裂位置，跳出来接着趴下藏好，隐蔽且位置较高，很大概率能藏到最后。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一旦被发现，没有路可以跑的，没有后路可言。这最后一个点位位于货站，通过楼梯来到这后面，接着跳到门栏上，基本不会被发现，毕竟本身从这一走的人就少，何况在门栏上，就算被发现也很难被抓到。接下来我们就来实测一下。首先是第一个点位，这位的敌人很自然就围过来了。不是，怎么这么多强化战士啊，过分了。不过好在他们上不来，我们可以多苟一会儿。这就怂了，这样全跑了。不过我们可以看到，现在就剩下三个人类了，等落单的那个倒霉鬼被抓到就好了。我来。我去，お前はもう死んでいる。不是，大哥放我一命。第一个点位就差一个人，成绩还不错。接下来是第二个。乖乖，怎么还有同行？你到那边去。同样，现在剩三个，看看那个落单的什么时候被抓。怎么有强化战士上来了？哦，路过。我去，那个小伙计被发现了，完了完了。KO！ 哦，千钧一发，第二个点位也算成功了。接下来是第三个点位，毫无意外。两个超级猎手都在这里诞生，这个点位的隐蔽性我就不用多说了吧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们下期见，拜了个拜。